Y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肥拉肥光，继续翻嚟玩呢一个好耐都冇玩过嘅 Jailbreak 啦。哇，呢、這个操场真系令我好怀念，因为我真系好耐冇玩呢只 game 啦，差唔多两个月啦，应该我谂有。即刻嚟踢翻场波先啦！哇，各位观众，呢、這个肥拉单刀直入啊！你见唔见到佢一个人长驱直入，一个人喺度控波、扭波啊，顶呱呱，准备射笼啦！一个大脚抽射，哎呀，波啊，哇，出界喎！但系原来系啊 ，so sad。咁据闻呢 Jailbreak 就更新咗唔少嘢嘅，尤其是好似今个赛季嗰架跑车呢零舍靓仔，咁所以我就决定返嚟睇一睇玩一玩啦。不过话时话依家个监狱呢一个警察都冇嘅，好容易走佬喎、啊、非常好喎、啊。诶、欸、等先啊，一讲曹操到吓，唔系咁邪啊嘛，好似即刻有差佬过紧嚟喎，已经。我做咩趴喺度呢？话时话即刻 call 车走咪得咯啊！call 车即刻走咪得咯，系咪先？我太耐冇玩呢只 game， 搞到自己变咗好 noob 咯。咦哇，哇呢架车好嘈啊！咁但系呢架车系新嘢嚟喎。咦，我几时有呢架咁嘅车噶？我呢个咩 NASCAR？ 咩叫 NASCAR Free？ 我呢架车成架车嘅线条同埋嗰啲喷漆咧。啊，嗰啲涂装啊，都非常之靓喎。咧仲有广告咁喎，好似啊。呢个东甩铺头喺度卖广告啊！喂，但系我一蚊都冇收佢、啊，佢凭乜嘢喺我架车身卖广告哥啦嘢？我知啊，呢架车系今次更新嘅其中一样新嘢嚟嘅，咁佢就系11月5号到11月11号咧，你就可以玩呢一架 NASCAR 啦。啊，咁但系唔知道过咗呢个日期之后，呢架车仲喺唔喺度啊？我就唔知啦。咁但系喺呢段时间内咧，就肯定可以玩呢个赛车嘅。嗱、啊，等等先啊，我哋就嚟睇一睇传闻中。今季好型嘅嗰架即系升到去 level 10之后 season 6嘅最终奖励啊，就系呢架啦，50万嘅跑车，哇，不得不说又真系几型喎、啊！你睇下用第一人称睇，哇，型到抽筋、啊，哇，睇到我啲眼泪喺嘴巴流出来了啊，真系几型！你睇佢入边仲有呢个高清 LED 超级液晶显示屏，哇，几咁型啊！就凭呢个显示屏，我已经想要呢架车。睇嚟呢一季我要尽量干一干佢啦、啊、不过喺呢个之前咧，我觉得我要先去银行睇一睇啊，因为佢今期更新咧就话多咗一个，即系银行多咗一个咩 basement 啊，即系多咗新嘅一层 啊。我去睇一睇究竟系咩料啦、啊。不过我依家咧，正义从天而降，需要去问警察借。哇！有警察即刻嚟，喂，咪玩咪玩，喂，良好市民真系唔好捉啊！讲真，你睇我手上我冇武器噶，喂。哎呀，被捉鬼咗！我仲谂住去问警察借呢个银行嗰个门卡添啊 ，Holy shit 啊！诶，我见到啊，呢度有个警察啊，呢度有个警察啊，我伏住行过去，佢睇我唔到嘅，睇我唔到嘅啊 ，OK， 好啊，警察你好啊，啊，我良好市民嚟噶，诶 ，OK， 成功啊，成功攞咗门卡啊，走，好似冇反应，佢好似冇反应，好。咁啊，攞到门卡啦，咁我哋依家可以去银行睇嘢啦，啊，去银行睇一睇有咩跟，喂，等先，我个警察好似追上，哇 ，no， 哎呀，我个队友，快啲开门俾佢哋入嚟，快啲走啊，走 ，go， 快啲冲，走啦，唔等人啊，世纪大逃亡啊，警察追埋嚟啦，佢揸住啲电枪系咁喺度电，个老嘢，喂兄弟带埋我一程，喂走啦兄弟，喂，哇 ，no， 哎呀，俾人塌咗。喂，呢个人系咪内鬼嚟噶？佢做咩唔揸车走？睇嚟我唯有用呢个最血腥恐怖嘅手段啦，就系、是、用枪去逼啲警察俾我门卡啦，暴力解决一切问题啊！快啲打警察，快啲打警察！哇，好多警察，应该可以攞到好多门卡噶呢度，快啲俾张门卡我就可以。OK， 哇，太好啦 ！OK， 我终于可以放下屠刀啦。OK，go， 我哋依家咧就去银行啦，因为银行好似即将要开门啊。我哋就去睇一睇银行究竟个 basement 系咩料啊！哇，但系呢度好似有 camper，Oh my god！ 哇，好多 camper， 好多 camper， 快入去，快啲入去，有 camper， 我见到有 camper， 我快帮队友先呢度，呢度先帮队友，冇多讲，帮队友先，喂，佢仲未支支嘅 ，OK， 解决咗，哇，我耐咗冇玩翻嚟，玩翻劲刺激，唔系讲笑，一遇到 camper 真系成个人好紧张。咦，哇，个银行真系变咗好多喎、啊，各位朋友。变到完全唔同晒、哦，面目全非、哦，以前唔系咁噶。咦，哇，等先，哇，就死完啦！哇，好阴、哦，佢一样有呢啲激光喎、哦，原来地下。哇，啱啱完全冇留意到个地板有激光啊！
差啲滋滋咗呢度。佢啲激光变咗，就系咁样一条线一条线咁样啫。咦，咁嘅话咪比以前简单咯，咁样玩落。咁但系就唔知佢嘅地图会唔会好似以前咁啦，即系佢有几张地图跟住随机变化嘅。咁可能呢个系其中一张最简单嘅嗰个地图嚟嘅啫啊。好，好波啊，全身而退啊，各位朋友 ，nice 啊。OK， 各位朋友，呢一个场地呢就是今次其中一个大更新啦。咁佢就係一个赛车场地嚟嘅，大家见唔见到啊？係一个非常之标准而且专业嘅赛车场地嚟嘅。咁佢呢个场地呢应该有计时功能添啊。咁所以呢，大家鍾意喺 Jailbreak 入边赛车嘅朋友仔呢，就可以嚟呢个场地度正式咁样同 friend 玩返一场跳机啦。咁呢个赛道呢，我就喺度諗緊搞返一场赛车比赛嘅。咁啊，同观众朋友仔一齐赛车试一试呢个赛道究竟系咩 feel。欢迎大家嚟到2021年秋季肥光赛车大赛。好啦，我哋依家呢个位呢全部人都各就各位啦，赛车手、裁判、观众都喺晒度啦。咁我哋依家准备开跑啦。好，入起跑线啦，啊，准备系统倒数3、2、1 ,Let's go! 开跑咯，第一圈。哇，好鬼过瘾，大家都用一样嘅车，就纯粹斗实力㗎啦。啊，同埋我哋嘅游戏规则咧系唔可以用氮气加速，咁、啊、所以呢种情况下咧，纯粹我哋挑机嘅就系技术啦。啊，哇！但系点解我落后咁多嘅？有冇搞错？得唔得唔得？我要利用下侧边呢个坡道先得。哇！有人撞飞 ，Oh my god！ 暂时我系尾二定尾三啊？我相信有机会噶，依家先第三圈嗱、啊，我哋跑十圈嘅、啊，我哋跑十圈。哇！有朋友仔偷白，呢、這个好似已经。冇咗资格噶咯，好似已经佢违规噶咯呢个，佢应该已经输咗啦。佢走嗰侧边咧，我冇记错嘅话系会冇分数嘅。不过话时话，我觉得真系好有赛车 feel 喎、哦，喺呢个赛道上面风驰电掣，跟住大家都用同样嘅车，哇，劲过个人，好鬼正 ，nice 啊 ，nice 啊，应该 last 一圈啊呢、這个 ，nice，OK，、okay, last 一圈啊，啊 last 一圈啊应该。咦，哇，有成绩出咗嚟啦！第一名2分44秒，第二名2分47秒，第三名阿姑啊2分48秒，系咪啊？哇靠！咁我咧，我系咪第四名啊？咁 ，Oh yeah， 我第四名。嗱，咁呢度咧就系头先第一场嘅成绩啊，大家应该可以见到噶啦，我就第四名嘅。咁有啲朋友仔冇成绩咧，就系因为作弊啊，一系抄捷径啦，一系用咗加速啦。咁样你一用咧，系统就会判定你系作弊冇成绩噶啦。好，咁我哋依家就准备开始第二场啦。咁第二场咧，我哋就系用自己想用咩车就用咩车噶。好啦，入圈啦，入坑啦，啊，入框啦，唔系入坑啊，倒数2、1 ，Go！ OK， 冲冲冲！啊，我呢架车咧就系上次嗰个限定车啊，我个人喺跑车入边咧，喺呢只 game 入边，我暂时最中意就系呢架车。咁所以我就肯定系用呢架车。咁我呢架车咧。其实就已经系，我觉得系非常之快啦，所以我非常中意用呢架车，我相信有能力赢到嘅。OK OK， 第七圈啊，非常好啊！哇，做咩事啊？做乜嘢啊？我顶啊！喂，好白哇！喂喂喂，呢、這个唔鬼计喎！哎哟喂，冇成绩啊！头先啊，飞咗出街，佢当我作弊啊，因为已经偏离咗赛道，苏石。哎，唔系、啊，有成绩、啊，但系包尾、啊，哇，仲要 disco 你。失去资格添，顶啊！我相信有能力赢到嘅。呢个系 last 一场啦，啊，咁呢一场我哋依然都系用自己最中意、觉得最正嘅车嚟玩就得噶啦。啊，咁我头先嗰场咧失误弹咗出街，咁今场咧我决定要认真啲，咁啊试下可唔可以攞到个头三名啦。哎呀，哇，咁快有人第一名啊！阿 Blue 攞第一名哦 ，Oh my God 哦！阿 Blue 攞第一名哦 ，YUM 攞第二名 ，OK OK， 准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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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线啊！第三，哇，第三名，今次佢呢块板咧有笔屎啊，咁但系咧其实个成绩好简单嘅，咁阿 Go Catcher 呢一个成绩咧佢唔计嘅，佢系头先热身圈嘅成绩嚟嘅，所以唔计，所以今场嘅第一名咧应该系阿 Blue 啊，咁第二名好明显啊就系 YUM LISH 啊。啊，咁第三名呢就係、是、我啦。啊，咁佢有两位即係头两名嘅朋友仔呢，佢唔知点解重複計咗两次啊，佢中咗笔屎。OK 啦，咁今日三场比赛呢就赛完啦。咁啊，但係都係嗰句啦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嘅呢、這个比赛轻轻松松玩下嘅啫。咁啊，纯粹呢体验下呢个赛道嘅。啊，大家唔好理输赢，唔好太认真啊。
咁依家咧就嚟宣布最终嘅结果啦。好啦，咁最终嘅统计成绩咧就出咗嚟啦。咁获得第三名嘅朋友仔咧就系、是、高 catcher， 大家掌声鼓励啊！咁高 catcher 咧就系攞咗五分嘅，因为佢第一场咧攞咗一个第一名啊，啊咁所以佢就系凭呢一次第一名就攞咗总成绩嘅第三名啦，啊非常之好啊！咁跟住落嚟就系、是。第二名的朋友仔啦，啊咁就系眼前呢位 YUMLISH 啊，我唔识读佢个名啊，呢位朋友仔啊，啊恭喜晒啊，啊佢一睇佢造型就知佢系老江湖啊，你睇佢车技都非常了得，攞咗第二名啊，非常恭喜啊，大家掌声鼓励啊，跟住落嚟就系万众期待嘅第一名啦、啊，得得啦得，就系呢一位 Boo 先生啊，哇，大家热烈掌声鼓励啊，好料啊，呢位朋友仔咧就凭住自己非常优异嘅成绩。佢三场比赛都有攞到一二三名啊，咁佢第三场攞第一名，第二场攞第二名，第一场攞第三名，咁啊总成绩系九分啊，咁啊非常之优异，所以就攞到第一名啦，啊恭喜晒呢位阿 Boo 朋友仔啊，恭喜恭喜啊 ，Holy what！好啦，咁今期呢条片呢就到呢度完㗎啦。咁如果大家鍾意呢条片嘅话呢，记得俾返个 like 同埋订阅我个频道啦。咁我依家呢就要去做任务同埋刷钱啦，为咗买呢个 level 10嘅车。我要尽量干啦、啊、未必一定买到，不过尽量啦，因为真係几型下嘅。好，咁我哋就下一次再见啦，拜拜。哎呀，打到支咪添啊。